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这几天天气太晴了，又没什么货嘛，所以就隔个两三天才出来收个网嘛。然后今天就出来收了。啊，鱼虾还有那软石板，应该还有梭子蟹。啊，还有两只呢。还有个兰花蟹的，这个有二三两种。先绑着才不会咬鱼。那个软蛇，小的软蛇啊。收起来。啊，这网鱼还有几条虾，有没有大货的？哇，一条大白虾！哦，不错，你看这网好多虾，这么粗，啊，这么长，像这个一斤都是一两百块的，特别大哦。今天这也没什么大，就是虾多了一点，然后一些泥门鱼，先下一碗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两条大石斑了，然后还有一些虾，啊，哦，这不错，哎，还有一些虾，大泥们这碗好，什么都有。这两条叫竹签。嗯，发财了发财了，今天这晚连续中两条大石斑了啊。哦，一条有三斤重这样啊，挺凶猛的。哎，还有一条呢。啊，这条比刚才那条还大一点，都有三四斤。然后一些虾什么，像这鱼挺凶猛的，剩最后一碗了，希望能够多上来几条石斑鱼，那就更好了。这碗又太脏了，还换了几天了，就这么脏。啊，又是一只兰花蟹。这碗连几条虾也没有。啊，终于收完了，可以回一排了。现在回到一排了，今天收获还是可以的，这个抓了一些虾，兰花蟹的，然后特别是抓这两条大石斑，石斑现在的价格还是可以的，算今天算赚了吧，能够卖个几百块钱应该有。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柠檬鱼，像这些
有些特别小的，像这个就翻了。然后今天虾也是挺多的，可能有个差不多一斤左右吧。然后特别像装一条这么大大白虾，你看这么长，像这个虾现在这个虾价格是挺高的。然后今天就也抓了这两三只的狼窝蟹吧，我这个算是新蟹，新蟹的话那个头就不怎么大嘛，我还是可以的。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喜欢的就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